然后我自己在很难过的时候，我也会就是点出来听，因为那时候我在洲际棒球场，就是很大的球场，然后陪着中华队一起努力，然后会觉得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我们曾经都一起走过一些事情，你们人生也有一些经历，就是你们自己觉得很难度过，可是你们是走过来的。那接下来这首《逆风飞翔》呢，就送给跟我一起追梦的你们。